大家好，我是阿远。前两天呢，去那个驴肉老板那儿，回来时候又买了点驴肉。今天做一个驴肉锅，买了点驴肉，还有板肠，一小块这个驴肝，一会儿把它切一下。真不得劲，咱们放到这个锅里吧，垫点儿，哎，上边放上肉，是吧？这么不，你不是那不让那太厚，不是太厚，不是不好尝。把这地方不让那撇撇它吧。把这个白菜切一下，垫个底儿。往这里边放一块豆腐。把这个驴肉切一下，码到这个配菜上边。大块吃肉，大块喝酒。熬了一个这个麻辣的汤，一会儿倒到那个驴肉锅里边。然后辣椒，我都说你慢点啊。这回这个肉比上回吃那个好吃点，这皮儿这上面有点辣啊，辣，过瘾啊！上面这层油，来手了，来，那有开水，驴肝吧，板肠，是比这肉咸点，哎对。味儿是好是吧？这回确实好。哎，你就在那儿尝尝也行。嗯，哎，为什么这儿来这样？你味道还行，嗯。好吃啊！我那叫抬头气儿，我也。别做了。是你，是你。不是你顶上了，它也反我着的，就扁了。这边菜少，这边要往外出气儿。这，哎，上回啊，嗯，要不炒那个蛋底儿，这就是咸是吧？这个驴肉这本身就是。驴肉本身就咸。嗯。凉呗。不凉，还这个吧。真上瘾。后来不知道人们现在老是写这个因人所以呢。这好写，愿意，这好写，都认那字了。长山郡大爷，那郡治就把我们村囊括进去了。没交通方便。温州。温州啊。嗯。最早都是去那个庄园路走到他们那。嗯。写驴肉。那边就是要尝肉，吃驴肉是吧？整整整，那驴肉少不多。这人那边吃驴肉都是弄点驴肉，来俩烧饼，那边喝了，再来边喝了。那我们这喝了，外边人吃不惯。他那汤是水是吧？就是水。然后，但是人家那咸，人家咸汤是熬的那种料汤。外边那都是牛肉汤。你看，那外边那喝了啊，就跟这。打卤面是管饱那种，嗯啊，有你河老有什么卤，这个牛肉卤，这个卤那个卤，我们那儿河老就是让就着烧饼驴肉吃的，就是个就跟粥面，就跟粥似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汤汤面，行，哎，河老都吃饱了，吃什么驴肉烧饼啊？要不卖那么便宜，要三块，四块，
这河捞配烧饼。嗯。那小味挺好，是吧？嗯。你说美人哪有美的？我出名。赵县出名，运输赵县出名。赵县出名。我在山庄这个有赵县，有银村，它附近一说都是银村。赵县这好像不多见是吧？一说赵县驴肉，不多见。但是赵县驴肉没有听说过说谁，你看这银村驴肉一说顺路家呀，谁景区家谁家，那赵县是谁家？肉头什么不沾？对，驴肉什么时候切？嗯，大爷，白菜把人噎了，太多了，加片了吧？来，你们看，你看，那老板不给开几分点儿？好点点儿，多了，已经有好远啊！我舀出来这汤，你再添点水，能入味儿是吧？嗯嗯，这驴肉涮火锅是特别的入味儿，煮嚼下特别的香。哎呀，陈林这驴，他跟你说这根儿里搁一根儿驴肾，烤似的啊！嗯，他说驴三宝里边那个，有药呗？药啊，是药吧？说不药，一套，里边一套多少钱？在当地，他们运过来，他们在他们院子里、厂子里养着，那就是啥时候进的？哎，你们到下个月就到里边来。嗯。